看并联的，并联的话就是说有很多条嘛，哈，它摆在一起一起抓，一起抓。那个并联的特性就是说，哈，它的呢总会务力哈是每个呢会务力相加，但是呢它每一个的生产量都一样，也就是说 S 一等于 S 二，啊等于 X， 哦，所以就是变成 F 一啊，哈，哦，这会务力是 F 一嘛，哈。F 二好，它是 F 了哈 ，F 等于 F 一加 F 二 ，F 等于呢 K 一哈 X，F 二哈是等于 K 二呢 X， 然后它是恢复力是相加的，所以总的恢复力哈 F 是等于 K 一加 K 二，它乘以 X， 了不起，它这个就等于呢 K 并联 X。所以哈 ，K 并就等于 K 一加 K 二，这样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，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好，然后呢，并联哈，它的图形哈是什么样子的哈？这两条长条的话，如果并联的话哈，因为它的那个伸长量一样，但是会不会相加？哦，这是呢 F 一嘛哈。这是 F2 对吧，我就 F1 加 F2 嘛，是 F2 加 F1， 把这个呢补上去，所以这个就并联的呢，这是齁，这个图就是齁恢复力跟伸长量的关系了，并联的是这一条，这样有问题。